大家好，我是娟子，快过年了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三款小鱼儿枣花馍的做法，寓意年年有余，年年花。在盆中倒入1000克的制花面粉，然后分次加入550毫升的温水来和面。天冷花不好面的姐妹，可以用制花面粉，只需要加水就行了。今天和得多，我把它分成了2块，将其中的一块面揉到光滑细腻为止，再搓成长条，切成50克的面剂，把面剂搓成长条，3个为一组，用筷子在中间夹一下，下面就看我的手法是怎么做的吧。